今天我们要使用 APEX UV 直喷机印制水晶标签贴纸。数位水晶贴纸能少量多样化的印制，而且还有免切割免挑字的制作优点。水晶贴纸还能粘贴在许多材质上，塑胶、陶瓷、玻璃、金属、木片、水泥墙、纸盒包装。举凡可以粘贴封箱胶带的物品，大多可以适合水晶标签。 UV 油墨印刷的水晶标签可以实现一键可印、免开版、即印即贴，能提供亮光、哑光、无光、渐层色及双面印刷丝墨留字效果，是一款适合商品化、文创、企业定制、礼品需求的通用型印刷品。数位 UV 水晶标印之前需要先准备 AB 两种纸，一个是用来印刷，另外 B 纸是用来保护跟转移印刷好的团。当粘贴好需要的印刷图片，再移除掉保护的 B 纸，这样就完成了转印标签。现在画面中演示的就是 B 墨透过冷表机粘贴在印刷好的 A 墨上。使用冷表机覆墨轻松高效。一身冷表机有电动、手摇两款机型供客户挑选。覆墨完成，使用裁纸器切割出适当大小。造成了最后我们来将完成的保佑祝福与多肉盆器进行组盆的动作。首先于盆内放入选好的多肉植物，再填入多肉专用介质，表面装饰用开运石。这样一个充满祝福心意的多肉小盆栽就制作完成了。